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咱们学了 for 循环的一些简单的语法，对不对？那这节课咱看一下 for 语法的一些细节。那上节课咱们在说 for 循环的时候，是不是跟它跟 while 循环做了对比啊？对不对？那 while 循环最适合的是条件型循环， for 循环最适合的就是技术循环， 对， 对吧？那现在咱们看一下 while 循环三部分是先声明变量，再判断条件，再执行加加，对不对？而 for 循环的语法也是一样的，先执行这个只被执行一遍，然后判断这个，再执行这个，再执行循环体，再判断条件，再执行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咱们 for 循环就可以怎么的，可以简写一些。怎么简写呢？比如说我给你改成 while 循环的结构，我可不可以将这个变量声明在外边呢？ $i 等于零。咱说了 for 循环就得由分号隔成的三部分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分号存在就可以，它的位在这块，这个表达是没写，语句是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外边声明一个变量，对吧？因为外边声明和里边声明一样的，所以 for 循环你可以这么写，但这么写感觉会稍稍怎么的，用东北话说叫别扭一些，对不对？你看结果是不是一样了，对吧？那这个可以，咱们再改成 while 循环，我这一部分能不能提出来呀？提出来放在哪儿啊？是不是放在这儿啊？对吧？放在下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理解 for 循环的执行顺序就是不是就比较好执行了？好理解了，先理解的什么 ？i 初始化是不是只被执行一次？然后判断条件，执行循环体加加，再回来判断条件，是不是我这种写法现在就跟 while 循环是一模一样的了？对吧？那我们还可以怎么的？另外一种写法，既然这个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提出来了，那么我第二部分能不能再提出来啊？放在 i 等于零下边也可以啊。那记住，如果 for 循环里边三个表达式都不写，只留了两个分号，这是个死循环。OK， 是个死循环，那没有条件判断了，就是条件死循环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我们说全可以提出来，那条件当然没有这么用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们可以这么写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可以把这个条件在这块去写，什么呢？如果 $for i 怎么的，比如说，大于一百的时候，来个记不记得？咱前面说过一个叫做 break 退出循环的东西，如果大于一百让它退出，对吧？咱看一下运行一下，语法上出不出错 ？OK，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没出错，结果跟刚才是不是很相似啊？一样的东西，说明这三部分都可以提出来。那注意一下，三部分提出来怎么的？两分号，分号一定不能省略的。对吧？不能说放一个空的就行，对不对？分号不能省略，然后呢？分号不能省略，加表达。对。条件。一定要写个判断条件，对不对？三部分要留着，对吧？但是这种用法是不是怎么的？很少，这种用的话还不如用 while 循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 for 循环很少这么用，但是语法格是这么支持的。咱们教完这个，就要了解 for 循环的执行顺序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既然不建议我们这么用，那么是不是还是写这种比较好？对，比较好啊，对吧？三个表达式。那有的说了，为什么你叫三个表达式啊？为什么不直接叫什么初始化、条件、自增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既然叫分号分成三部分，对吧？那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写多个值，比如说当声明变量的时候 $i。比如说 ,$for x 等于一，逗号 ,$for y 等于二，这样语法支不支持呢？在这边不支持，对吧？是不是这块出错了？是不是啊？
对吧？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达是怎么的？这么写，是不是可以支持的？还记得吧？啊，那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写 x 等于零，逗号，到了接等于，比如说100，可不可以？那我们来试一下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问题。所以这块表达是，既然只执行一次的地方，在这可以用逗号执行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这块能执行，比如说 $i 乘以，不是加上 $x，$j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用逗号隔开就意味着可以写多个语句吗？看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对，前面都说了，这里边写多语句可以用逗号隔开，听了吧？但是这么写的情况是很少啊，嗯，你干嘛写在这儿啊？外边那么大地方不写，对不对？执行一次的，所以这儿很少写这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在这循环里边用到这个接还是自增的，你可以这么写，有一个算法是这样来的，对吧？那这块也是一个表达式，也可以用逗号写多个呀，对不对？那我那上面用挨加加，我是不是用倒数接减减不行吗？这块加，这块减，是不可以啊？那中间是判断条件，对不对？当 i 小于100，并且或者什么，或者 $j 什么大于零，看一下，中间是条件表达式，中间的表达式要的是最后一个结果值，不小心的真假，听懂吗？嗯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块能不能算出来。然后这块高老师很帅，他的值是一直增加的；妹子很漂亮，他的值是一直增减的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可不可以出来呢？你看，高老师一直在增加的，妹子这个值一直在增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这几个表达式的作用。OK， 可以分成三部分，每部分都可以写多个，中间用逗号隔开，对吧？根据你写的应用程序的不同的应用来决定这个循环怎么用。大多数写多个是很少用的。通常不循环就是像代码执行多次而已，而不需要这么太多复杂的算法。OK， 嗯。另外，for循环除了加加之外，累加，咱们还可以减减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再改造一下for循环，这给你保存一下。test.pt， 你看啊，前边我们循环可以换成很多种形式，比如说我还简单的这三部分，对不对？这块写循环的时候不一定说非得都是加一的，加加是不是累加一啊？如果我想比如说求三的倍数或者几的倍数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加等于三，看到了吧？这样是可以的。你看6 9 12是不是都各三个，对吧？加加是自增一，加等于三不自增三吗？所以自增条件的个数也是可以自己决定的，听懂吧？这点，或者你不这么写的话，比如说就想输出三的倍数，你里边这块也可以判断呢。如果 $i 跟谁啊？对，跟三球模等于零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执行这个也是刚才的效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运行一下，这也是一个效果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里边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这个自增条件可以自增多个的。OK。那除了这个，咱们还可以干嘛呢？你条件可以由小到大，也可以由大到小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这块比如说 i 等于100，我这块可以怎么的？ i 如果大于零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执行。i 等于100是不是大于零呢？然后这边 i 减减，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是不是从高到低的一个排序，对吧？从高到低的一个排序，这就是 for 循环的各种应用，对吧？那我们再写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写一个我们小学背的小九九的一个九九乘法表的一个程序，好吧？那 for 循环跟 while 循环一样，是不是也可以嵌套的？嗯。啊，那我们先写一下，我们再分析一下啊。我先把它写出来，比如 for 循环 $i 等于零 $i 小于。应该是从一开始，一等一，对不对？小于等于九的时候，到了派加加，这块是外层循环，外层循环呢就是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一三得三，
行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嗯。那里边再写个列的关系 ，dollar 夫接等于零 ，dollar 夫接小于等于 dollar 夫 i， 对吧？你要如果小于等十的话，那第一行一乘一得一，一得一，他说了十次，对吧？那里边指第一次循环 i 是等于一啊，就像那一得一等于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 dollar 夫接加加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边输出一个，我用直接用双引号 ，dollar 夫接乘以 dollar 夫 i 等于这块我们要连接一个什么括号 ，dollar 夫接乘 i， 是不是这个结果啊？嗯。然后再连接一个斜杠 t， 斜杠 t 是一个什么？或者是安德福 NBSP 分号，再安德福 NBSP 分号，是不是两个空格啊？对吧？嗯。换行了吗？没有。里边循环一次之后，我才让它换一次行。再来一个什么 ？BR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结果，就是我们小学见到的小九九程序。哎，怎么有零呢？我们这块应该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嗯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小学学的乘法表，对吧？一直到九九八十一，听懂吧？嗯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可以，这是嵌套去写的小九程，这个程序很简单，大家稍微分一下就可以出来这个结果，好吧？那我们还可以把这程序任意的改变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是九九乘法表，这个我复制一下啊，再粘贴一下这块，输出一个 B 二。那现在如果我在里边换一下什么呢？我把这个dollar 夫接等于 dollar 夫 i， 看到了吧？然后 dollar 夫接大于一，大于等于一，然后 dollar 夫接减减，我反过来写了，为什么效果呢？里边是列，对不对？就会变成什么？九九八十一，对吧？然后八九七十二，然后七九六十三，是不是从后往前来的这种感觉啊？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，是不是这样就调换了一下这个顺序啊？听懂吗？嗯。那这块是调顺序，那比如说上面这个值，我如果让这个值呢，再输出一下换行，看一下。我如果里边不变化，如果我让这块 dollar for i 等于九，看到了吗？然后 dollar for i 怎么的，在小于大于等于一，我让 dollar for i 减减，这是行上的调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会先出现九乘法表，对，再出现一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是不是先出现这个九九八十一的，再出现一乘一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里外都调过来呢？假设这块调过来之后 ，Ctrl C， 对不对？过来，然后让里边的这个是不是刚才呢也是调过来的，对吧？那这块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都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和最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完全的一个大调过，对吧？先什么？先是九九八十一八九七二，再是一得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呢，循环结构根据你的需要，可以任意的去做这样的处理。嗯嗯，好吧，嗯，这就是我们循环。当然，循环结构for循环还有很多更灵活的用法，但是你掌握这些就可以了。掌握不了也没关系，后边用到for循环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。另外，对于 PHP 来说，for循环使用的几率没有 while循环高，对吧？那再提示大家，for循环是做技术循环用的，对吧？while循环是条件性循环，条件后边咱们会遇到，这两个是按功能去分配的。那通常也可以用 while 循环写的东西，用 for 循环也可以写，用 for 循环写的东西 while 循环也可以写。OK， 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这里边咱们就介绍完了 while 循环的结构。当然这块是前面语法咱也说过了啊，大家可以捋着课件看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里。